博士，國安法下黎智英一江人等就被人拉了，咁嘅情況之下，博士你點睇咧？你覺得點睇咧？個畫面就好差咯，啊！點樣差啊？即係二百治國啊嘛！二百，你話點樣差先？啊！唔使做嘢啊！係。大陸大股屌乜整咁多人落嚟開曬檔，咁唔使做嘢啊？嗯。點差？你話點樣點差先？嗯。係咪唔使做先？睇下點做啦。睇水。睇下點做。咁我就問你點睇？嗯，喂，你話佢邊度唔啱先，佢拉你哋話咩咧？一般拉呢、這個。有法律唔執行啊？嗯。你係俾人過咗啲法啊嘛。係啊。你就唔好過，你過咗就預咗要執行噶啦。嗯。咁而家佢執行有咩錯先？你話俾我聽啊！你認為唔妥，你咪去喺個曲度咁多大狀，你驚阿肥佬拉冇錢請律師啊？嗯，升十倍有多今日股票，定個台炸彈啊！有邊只股票貴威啊？咁咪，我哋唔使踎低啊！呢鋪買少少啊，都唔少嘢。買最重要，肥佬拉嘅人，一係講翻啲年前嘅事啦。嗯。他開《蘋果報》之前在香港兵的華人大班請我吃飯，親手煮鮑魚去松園我請我吃飯，就叫了黃秋生和劉兆銘來陪客、我都有些 QK 的，這樣好彩突然間透過我學生請我吃飯，我問馬斯基，我說有什麼事、我說他好像搞了報紙想問下前程，看看你怎樣看法，在沙田松園請我吃飯，那他啊，真是很客氣的，人也很光榮的，即是你想想，由大陸下來撈到做佐丹奴，佐丹奴幾間剛剛啊，即是很勤力，識埋堆，識擦鞋，識曬的了，那我說，我不是黎兄，我們一定會成功，與你這樣的鬥志，但呢，你要小心，你一定埋忍到你嘅將來，即係你啲咁嘅個性啲人啊，特別由啲咁嘅市井出身，冇讀過政治學，冇搞做過官場，得一個勇字，話你會搬入政治漩渦咧，你係周身不堪想象。我可以話俾你，你要有好好啲嘅部署。講咗嘅，即係等於我同阿何志明講，將來最撚衰係你話何志明一撚樣。咁而家今日咪靚咩做？係，啱唔啱啊？係啊，靚啊！好啊，你可以攞到好撚多掌聲，咁咪得個掌聲咯。嚇！但你對個世情冇幫助啊嘛。嗯。你搞撚完之後，香港咪好撚阻啊，大佬！你把吳家產佔中山子古靈精怪搞撚完，香港人你話冇撚阻啊？用咗落23條啫嘛。搞到立啲國衰化，影響衰個國家嘛？呢條法搞到俾人借咗藉口，咪叫國衰化啊！大陸原本唔衰噶嘛，但諗住呢條法咁啊，全世界攞藉口嚟借共產黨啊，係咪衰咧？呢條所謂叫國衰化，呢個劫數嚟嘅。你又有個黃鳩仔，你聽佢講佔中三子、戴耀廷嗰啲點咩神父之流、牧師之流。啊！你又似咩人養班吳家產？你聽我點？而家咪搞到咁咯？咩啲肥佬咧搞撚完嘢之後，香港真係好撚咗咧？咁啊掂啫！你話有冇好撚到先？你話俾咧，嗰班50蚊民主政棍，梗係冇啦！有冇受過益啊？香港人啊！你話俾我，哇！咁咪共產黨啱咗，梗係唔係共產黨啱啦？有因有果啊嘛！即是你話而家你搞民主政棍呢班人家產咧，其實咧啲人冇撚政治智慧嘅。你明知共產黨老撚土嘅，佢冇事都揾啲藉口嚟打壓你噶嘛，佢點容忍你喺個極權之下咁撚多嘢講啫？
所以我要傳媒低位，你冇拎搞啦，同佢啱啱講，我親自佢搞得國際就啱你噶啦，你學新加坡啦，搞咁多嘢，又民選又咩選，共產黨識玩呢套遊戲咩？佢連自己幹部啊，琴晚你有冇屙尿屙幾篤尿啊，都要知引導啊！你屙尿咩顏色啊？都要知道啊！你唔肯信問啲幹部啊！而家隔離市個市長打電話俾隔離市都申請啊！啲黃銀鳩，佢個遊戲係咁樣黃鳩噶嘛？嗰啲叫黃鳩遊戲，所以黃毅黃鳩外交部長呢個咁嘅撚樣就點習近平就整個習近平黃鳩思想研究中心嘛、啊，即係未撚夠黃鳩。仲要研究點樣戇鳩啲，咁而家咪戇鳩到咁樣樣咯，有權用撚到盡咯，但佢忘撚記咗喎，佢一生人，你肥佬拉佢哋班人一申請人身保護令，四十八小時內上去，你又要放人先，因為你告佢嗰度模棱兩可啊嘛，佢咪殺人犯有證據充分啊嘛，你個意識形態啫嘛，我點樣分裂國家，邊不分裂你啊？好捻咗，而家香港仲喺香港审，你够胆咪掟去掟翻翻大陆咯？你咁捻咧共产党，你又睇呢种共产党咧，系心血血捻到咧，冇捻嘢搞，就见捻到外国人制裁你，你香中港嗰啲官员十一个咧，佢借啲借口嚟发人迷，你咪攞笨捻柒咯，你攞香港人嚟做祸心。嗯。啱唔啱？大锣大鼓，以出二血百人一拉人。屌你老母！元朗七二一暴动打人，你真唔家产，唔捻见晒差佬嘅。打唔到嘅九九九。我有冇讲捻错先？九九九唔捻通啦。拉闸啊！吓，屌你搞笑嘛！你警察部，嗱呢个唔捻计喎，呢个好捻好嘅对香港人。嗯。佢要做得啲衰嘢多咧。我動高啲籌碼，俾全世界咧就圍攻你共產黨，唔係圍攻中國，你冇搞錯。嗯，因為而家喺外國嘅勢力，人哋行嗰步棋係將你共產黨同中國人分緊咗線，分開。所以而家你中國共產黨你就冇好聲，因為代表十四億人。嗯，好撚多人。邊撚個簽名叫你代表佢？你噏啫嘛，口聲啫嘛，我係代表十四億人，因為有啲搞笑啊嘛，唔撚知衰啊嘛。林鄭都係咁講。啊？林鄭都係咁講。佢仲撚要篤啦，你班友。七百。你揾簡單啊？你揾唔係唔係？你揾簡單。到而家總理冇出嚟講過嘢，嗰個中美嘅衝突。嗯。冇啊。習近平都直未講緊過嘢，全部揸流羅講嘢。但你美國咧就美國總統講緊個嘢，國務卿講緊個嘢，係啊。你嗰啲國家主席嗰種你做咩啊？瞓緊咗覺啊？副總理都未講緊個嘢喎，關於中美嘅衝突。嗯。點樣樣治過天下，大佬？你話俾我聽啊？睇緊住自己國家人才凋零啊！嗯。係一個悲好緊悲哀嚟。而家人哋喺度裝緊俾你彈弓嘛，你個佬，你搞呢啲嘢發爛渣咧，人哋就越過癮，越多籌碼，更加多啲話題咧，就會團結嗰啲歐盟啊，團結其他啲國家啲中間派啊，明明擺過去英國總領事館嘅伙計俾你通緝，一個有美國籍嘅僆仔俾你通緝，裝緊你彈弓嘅。咁而家拉埋黎智英，係應該拉嘅，但唔係咁樣拉法。嗯，俾張傳票，阿黎生幾幾日你上 call 啦咁啊？你驚你唔肯嚟啊？唔肯嚟咪法庭通緝你咯。係咯，佢唔嚟仲好啊。係咪啊？係啊，佢夠膽唔嚟。佢喺度攞威。嗯。殺雞儆猴。以為啊？仲拉埋嗰個周庭。係。用緊大王，
周杰冇撚到 fans 嘅日本。係啊，日本出聲喎。係啊，日本出聲。話最早知宣布周杰啊嘛，琴晚9:55好似。佢挑起人哋民族主義啊，真係想。周杰冇多 fans 啦。好啦，咁係咪話好似你第一個政府出嚟？哎，我哋唔理你咩人咩背景咩姓，只要依法办事，你咪真系共依法先。你咪真系共依法先。将反手嚟扣喎。嗯。嗰啲反手扣落手扣咧，落孖叶咧，系拉古惑仔或者拉重犯嚟嘅。通常前面嘅。通常要扣前面咧，就已经够。哇，好侮辱啊，系咪啊？但唔系侮辱，因为佢哋系俾人侮辱啊嘛。因为美国佬制裁嗰11残官咧，就当我哋世界恐怖分子嘛，列紧咗张名单，系咪啊？咁又好难顶嘅。屌你阿妈，堂堂特首，堂堂屌你阿妈向驻港嘅书记、港澳版书记，屌你列紧咗系世界同恐怖分子。同一階層嘛，制裁佢啊嘛，大家啱啊，制裁伊朗啊，嗰啲難頂啊，咁你難頂還能頂嘛？但你係做工作咧，就唔係咁樣做法嘛，係兩件事，係手法。即係話你可以咁樣做，做完咧，咁你咪要符合我咯。如果你過48小時。佢申請人身保護出嚟，可以大搖大擺。嗯。求其咁已經噏咗100多種方法可以離開你香港。如果肥佬咧有心要離開嘅話，嗯，係啊。今時今日仲可以離開，因為咁多國家已經話停撚止咗嗰個罪犯移交啦嘛。係啊。係咪啊？周圍走得，係咪？好啦，有人問我今日蘋果股票好貴噶嘛？你升喺度扮翻声肥佬，系咪先？系。咁你共产党就要查呢啲嘢，啊啲钱点样嚟？边一个买苹果股票买得咁多？呢啲嘢要做啦。如果你好做唔做？10000多宗成交。吓、啊？好多人买。你睇到？香港現在很大鑊，正經嘢不做，嗯，真的正經嘢不做，正經嘢不做，醫院不夠，人手不夠，乜嘢都不夠，防疫又做得不好，直情要隔扯添啦！你嗰啲防疫，點會有個大漏洞整啲人？係咯，咁如果你搞呢啲咁嘅無厘頭。但咧就要小心咯，受牽連嗰啲上街啊嗰啲嘢咧，即係共產黨有少少咧，佢哋已經有一班幹部咧係屬於喺醫學上嚟講咧係思覺失調。嗯，你見我哋黃溝部長黃毅出嚟講嘢，口噏噏噏一輪嘢咧，唔貼題嘅喎。自然自然一輪咁啊，算緊數喎，個個都係咁嘅喎。係啊，你習近平出嚟演講，又睇緊住嗰份稿咧，自言自語嘅喎。傻咗啊嘛！好啦，所以好似神婆上緊咗身咁樣樣，我班友而家係噏嚟噏去嗰啲嘅喎。哇！你睇你美國亡我千辛不死，説三道四，我哋喺度反對，我哋抗議，你噏呢啲嘅喎。係啊，就噏呢啲。係咪啊？堅決反對，係嘛？係二寫啊嘛，呢啲冇嘢講。我噏呢堆嘢嘅喎，呢對白二寫。好似金融小説嗰套咩啊？嗰套咩星宿老怪嗰棟嗰棟咩啊？魔教嗰棟嘢，屌你啊！鬼上身。係啊，仲有個邪嘅家伙，我睇佢哋真係似眼定定咁樣樣喎，你黃毅大奶黃鳩鳩喎，呢個別聲。咁咧，你就算林鄭月娥出嚟都係戇鳩鳩噶，又係鬼上身咧喎，噏嚟噏我嗰堆嘢嘅喎，我忍足曬共產黨口吻嘅喎，張建宗又係，好學唔學，學忍咗鬼上身，潮流興，
好似毛泽东上身、江青上身咁样样喎，个捻个就几斜啊，斜个衣带去斜啦，系嘛？就系啦，斜啦。好有咁样传闻嘅，咁究竟香港人点呢？突然间佢英国 BI 平权、BMO 平权，咁咪有机会会走咯。嗯，一个地方唔适宜善良嘅人生存嘅。嗯，善良啊，我如果你做古惑仔，作奸犯科咧，啱玩啦。系啦，咪即系埋共产党堆咯。嗯，斗别旗咯，斗嗌口号嗌得大声咯。搵到钱，搵到食一定搵到食。搵到钱咪移民。系啊。現在又來一個取捨的時候，但你不可以說他們錯的，人又有選擇的嘛，對不對？現在他喜歡選擇埋共產黨堆加肥屋用的，很多柴仔，你看那個這樣的濕溝架，以陳建強的撚樣，拆689別三鞋，現在拆撚到就經常上電視見咯，周恩債這麼慘，不務正業啊。你都話咧負責擦鞋啊嘛，係不務。係嘛？係啊，簽多數呢啲類人啊，簽啊。紅米嗰啲電視機成日見出鏡嗰啲人咧，多數唔穩定噶。嗯，真係。你有冇見啲名牌上電視嘅？好少咯。啱唔啱？呢啲咁嘅擦鞋仔，但呢個世界咧就好古怪嘅，你唔使理路。佢慢慢咧，而家佢哋美國咧。用一個叫困迫的戰術，嗯，在當年他們很有經驗的對付那些蘇聯那些逼緊他寸步難行，就算他去制裁你的人那些大鑊的麥當勞都可以不買東西給你，信用卡停緊曬，如果你坐架車，架車有美國零件你都不肯坐對，譬如我揸架車想車你林鄭和一程，我屌我架車有啲嘢係有用緊嗰入美國美國嘢嚟噶嘛，四條胎換。你走去車佢咧，屌你你都萬一大鑊。嗯。你走去接載我制裁嘅人，所以你唔知大鑊噶，寸步難行噶。你如果你話喂而家你有個絕症要美國做手術，唔去得噶。係啊。所以連我仔都大緊鑊，原本考博士學位啊嘛，而家林鄭我仔都冇得考啦，啱唔啱啊？係啊係啊。即刻要走翻嚟！即刻要走啦，冇捻埋啦，系咪先？佢哋唔知道美國嗰個 BND 好捻大鑊噶，唔係 SDM 啊，我 SDM 啊，你擺落個名單好捻大鑊。嗯，好捻古怪喎，仲好難甩翻出嚟噶喎。佢冇話咧，我擺咗你個名單入嚟。呢個情況之下咧，有個時間性咧可以消逝啊，或者甩出嚟嘅。到死咯。係啊，好啦，要你根據佢嗰個聯邦嘅呢啲咁嘅法案咧，慢慢去申請，你解釋揾資料。我唔係咁樣嘅，講緊到個老母一電為止，你甩得啦！屌你咁嘅成世受制裁。我要話俾你啫，你咁樣後生受制裁嘅人咧，你坐五年監冇撚過。嗯。因為你坐完五年監咧，你恢復自由嘛。而家銀行唔敢開户口俾你噶嘛。係啊。好啦，佢唯一用咩咧？而家林鄭娥出糧都唔得噶喎，佢出咩咧？要出$10同嗰啲散銀。係。點解咧？$100到。屌你！你睇下你個袋咗$10同埋嗰張$20、$100唔撚同發行噶。唔同啊。二十蚊以上咧就銀行發行嘅。$10是香港政府發行的，散銀是香港政府發行的，那難道他制裁你香港政府啊？他要制裁銀行嘛，因為你港紙跟美金掛鈎嘛，有拉楞嘛，屌你老味，所以你現在林鄭和出去賣東西，找個人跟緊著，代表$10散紙，或者$10銀仔，或者五毛，而家一毫子都少啦，冇人用啦。收啦，可以你唔收添。第一，佢啊，佢地方唔加聲，用呢啲噶。係啊，佢頭痕啊，真係。頭痕噶，你嗰 Facebook 嗰啲冚唪唥 ban 曬你噶。係嗰啲就。蘋果你都唔撚用得啊！佢哋完全唔知道美國嗰套遊戲咧好撚辣嘅，
佢表面寫就同埋咧，佢又威啦。咁咧就考第一啦。林鄭月娥帶頭，一百幾年嚟香港係佢第一批人咧，咁樣制裁法。係啦。嗱，威水啦，啫你又考第一啦，帶頭啊，幾撚威啊？係啊，今次又有第一。又威啊！威威食雞啊！啊，俾掌聲佢啦！六六有嚟啊，係咪先？好，唔該，博士。